我们来这儿不是送死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要回去。大事不好了，刚才我和胡边看了，我浑身已经长上来了。阿和没了，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。但是，按照暗河理论推进，洞口再次出现，是在明天的这个时候。 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下来，等到明天早上再说。嗯。